我再晚来一会，这个猫眼螺就卧进去了。等着它卧进去之后，我就找不着它了。哎呀，这个个头是真大，哇塞了，肉也不小。这是刚刚退潮啊，猫眼螺都在沙滩上，它就在那个水边上走，这就被撑着在动。哇塞，这个撑着不小，先给它撒点盐，有时候撑着一撒盐就出来，有时候你怎么撒它都不出来，它还得跑。这个盐好像湿了，它这是不出来了，不出来也好办，盘它。这地方根据它的轨道走就可以了，挖远一点就能把它盘出来了。这个差不多，哎呦，我差点掉进去。有长有宽，它肉才粗，这个肉不太粗，这个鼻子一遇到危险，还没说话呢就掉了，带着了，看这个多宝鱼怎么样？哇，嘴太大了都不敢乖上，看它咬我，看它咬我，这个可以吧？这不想让我拿呀。原来抓的那些都是小的，有个一两左右，这个怎么也得一斤多，把它洗干一点，回家之后就不用再洗了。嘴里边要是不洗干净的话，回家的话嘴里面有沙。